台积电呢，接连着最近呢发生的事情，甚至呢，呃，最新公布的一个财报的话呢，台积电呢，元月份的营收呢是七百八十一亿，月减呢是十三趴，创下了六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记录哈。好，来高超告诉我们大家哈，到底。 台积电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这张图，哎呀，张忠谋基本上把两个手交起来，交交棒了。对，交给我们这位叫总裁，叫做魏哲家，就董事长叫做刘德英。好，那两位应该是什么扛起张忠谋退休后所有台积电的营运嘛，包括他的品质管理、管制跟他的良率。好，那现在出现台积电退休，就有竟然有一连串这一张图出来了。这张图在张忠谋退休之后。 竟然会在台积电出现。好，我们看张忠谋在去年二零呃，去年二零一八年六月五号正式退休交棒。当然，他之前的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号在第一季 Q1 的时候法说会里面下修了财务预测，下修财测。好，那没关系。张忠谋退休前下修财测，台积电下修财测的几率不大。但是各位看了，张忠谋退休之后，竟然在去年的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号 Q2 第二季法说会接班之后。 哇！接班之后怎么会下修裁撤？那这个这个对法人对外资来讲说奇怪呢，就打个问号。刚开始是打个问号，庆雪不是打问号，现在打两个问号、三个问号，是，你知道吗？经过七月十九号，经过不到一个月，竟然灾难出现了。这个灾难是，我们引述周刊叫做第一次的灾难了。当然不同的解释，那这个灾难到底是不是真的叫灾难？哦。 因为什么？台积电接受病毒，在制程里面有病毒的感染，很多厂区里面中控电脑宕机。好，这个是什么原因？这我们来分析一下。台积电品管这么强，它在基本上它在进入所谓的制程里面，一定会什么？会不断的做什么检测？但是这一次是竟竟然是什么？工作人员在这个制程过程里面竟然没有用检测，他对病毒没有去检测。嗯，那就代表对病毒检测，哇，开天窗了。这个破绽一出来。 宕机，宕机之后这个影响性非常的大。好，那这个大家觉得以前这种事情，张忠谋在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不会发生。是退休不到，哎，退休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发生病毒感染那个庆学，我们过去台积电二三十年，你有听过他的病毒感染吗？不可能嘛！好，第一道出来了。好,好，大家觉得没有事嘛？好，好，那有损失很多。那在去年的十月十八号，第三季的 Q 三，法说再度降裁测。 请问这是几度了？第二度。好，我们来看，已经是结束了没有？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在今年的一月二十八号，嗯，这也是《引述周刊》叫做第二次灾难，十四 B 叫做 FAB 十四 B 就是南科的一个厂，它是做十二寸十二寸晶圆的，受到什么污染？上万片的晶圆什么报废？是叫做报废。呃，我们来我们来分析这个叫上万片，大家觉得上万片没什么？有一个这个陆行之，他是一个所谓的科技专家。 在大陆啊，即使在大陆哦，只要一千片报废，这个就很恐怖了。是，而且这个，但是这一次台积电是上万片，大家都对上万片没什么感觉嘛？可是对于他们金元代工里面良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了之后，他认为上万片是恐怖，是个灾难啊！是，就代表什么？你 SOP 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好，那这个上万片，请问几万片？庆雪现在几万片？有人讲，有人讲，外面的这个媒体讲一万片啊，有人抓。 十万片是，那我请问，上万片是几万片？从一万片到十万片都都还不晓得，都还不晓得。对，好，那这个讯息怎么会出现？记者怎么会知道？记者是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是，是主要是什么？光阻器的光阻这光阻液的问题，化学产品。啊、可是我觉得里面产生一个内幕问题。两个月之后，台积电在发现啊，它是报废了，是、啊、它是光阻器有问题。<是>然后两个月之后的第二天，记者知道，记者怎么会知道？ 谁把这个讯息传给记者，这就牵涉到里面是不是人事有问题？这两位又回到了，而有人讲说刘德一比较洋派，他是用长春藤的人人那个这个到位，呃，优秀的工程人才；魏哲家比较本土，他是清大交他，他找清大交他。所以这两个的观念是不是在经营未来交棒里面有发生旗见？这个我们不知道，只是外部在彩色说，哎。 那记者怎么会知道这个信息？到底这则新闻，这则新闻出来是对谁有利？我们以前在谈说，Morris，大家都要看出张忠谋怎么想、怎么看。现在不是，现在外界说，到底对魏哲家有利还是对刘德英有利？那你看。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叫做关键供应商。刚刚讲说光主业有几家，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这基本上你看，从台积电、黄光制成的供应链里面，这里面二零一六有七家，到二零一七年变成十家。哎呦，出现一个什么？你刚刚提到的陶氏杜邦，对，出现这家公司。但二零一六之前没有感觉上，哎，二零一七出现了，那代表说厂商增加了。厂商增加当然第一个是比价的效果。 比价的效果嘛，多几家厂商多来比价。第二个，厂商增加多，你的 SOP 如果都出现问题，那你多三家，那等于说假设有破口的时候，三家增加比去年增加三家，三家你一定要做严格的检测。是，那这里面就就是来考验台积电的品管的检测工艺上越多，好，这里面很大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看刚刚讲着所谓那个啊呃这个晶片受污染，他竟然是拿到台陶氏的陶氏化学就给他一个。 这个光主义的检验报告，嗯，但是就台积电来讲，它内部必须要再做 review，再做一个什么检测报告，所以要两份报告。陶氏给你的报告，台积电也要报告。可这次里面竟然台积电自己没有做检测报告，只拿到陶氏的，只拿到陶氏的这个检验报告就可以。OK，那我就放心，我就用什么光主业。那这个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智慧到底台积电它内部管控是。 是不是走向这个？但事实上，有人提到说，中美大战之后，可能要 cost down 要什么？包括 Apple 的这个手机的下降之后，可能 cost down 要讲到十趴到十五趴。好，那当然这个是一种说法。可是我们看真正台积电内部的所谓的尊节成本，这个是怎么样来看呢？这就把管销费用除以营收，是这个就是管销费用除以营收的比例。二零一前、二零一二年前，台积电是四趴以上，代表什么？品管的费用增加很多，嗯，管销的费用。另外一个，但是二零一八。 降为二点五帕，表示说管销出以你说成本基本上我们要控制到什么？Cost down 要把它压低，这个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后来提到台积电 SOP 竟然在技术跟价格导向里面走向出现了问题。但大家讲说台积电不是管控很强吗？你看采购甚至砍十到十五趴。嗯，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个，台积电难道都没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呃？ 阿 Sir 的感觉像李昌钰里面吗？李昌钰里面不是侦查犯罪？台积电在五年前就建立一套非常严密的 SOP，这里面就叫做什么？我们叫做 Internal a u d i o 叫做集合跟法务。对，庆学这什么东西？我来比喻他啦，就好像一个他们他们找了类似一个李昌钰这样会办案的人，嗯，他知道这个内部检测一个检测系统里面可以看哪一个员工工程师里面有犯罪的倾向，所以他有预防犯罪的功能。另外里面这个里面还有。 提到说，使用单位，比如说我现在是使用单位，跟供应商之间不能走太近，是不能吃饭，而且我基本上使用单位跟供应商如果有亲戚关系也不行。好，那所有的使用单位不能跟供应商直接谈，要有采购部门跟供应商来谈。采购是采购，你如果是使用单位跟供应商发生问题，就代表台积电面是语法不容。所以我们看看所有的两次出包跟两次下降财政，凸显台积电。 真的在平管上，模范生，大家开始打个问号。